天下。这云子围棋可算得上是云南特产的国宝啊。不得贪胜，入界已缓，功比故我，弃子争先，舍小就大，逢危虚气，慎勿轻速，动虚相应，逼强自保，是孤去何？此理何止于棋呀、啊、运国如棋，做事如棋，谋生也如棋，黑白相伴，以法阴阳，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？生于小弟，明白，金角银边草肚皮。哎，下呀，倘若把棋士比作国度，这金角银边不是也挺合适的吗？嘿嘿，咱们云南呢就是这个金角银边，哎，我就跟你比试比试这块边角。哎，这金角银边最先引起注意的不是我们，而是那些对我们垂涎不止的洋人呐、啊！古代的中国有个叫汉武帝的皇上，曾经为找不到征服南陲的通道而发愁。一名前来面君的道士告诉他，何时在西南方有彩云出现，那彩云之南便是圣上要招的地方。后来彩云果然出现了，汉武帝到了彩云之南，那里不但四季如春，而且真的有一条神秘的古道。公师，您说的是云南？是的。哎，就是这普洱茶和雍昌云子的故乡，在彩云之南修筑一条属于我们大英帝国的路，无论是连接印度和缅甸，还是遏制法国在南亚的势力，都比当初汉武帝更为迫切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是棋道上所说的金角银边。你立即出发，以游览者的身份带人去云南，接应从缅甸过来的武装探路队。绝不辜负女王陛下的信任。您老之命了。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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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搬！快点办，快点，快！上！上！
怎么了？华堂，玉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我刚才去找她了，可她真的不见了。婉良就要回来和玉妹成亲了，可现在人都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先别声张，爹身体不好，先别惊动他。华全儿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小姐把店里的马牵跑了，好像追寸棚的马帮去了。老掌柜知道吗？我这不正要去告诉他老人家吗？去禀报吧。哎，禀报老爷，少爷回来了。是，搬东西，搬东西。少爷，你回家吧。少爷，你快进去吧。老爷正等着您呢。啊。爹，怎么样？一路上还好吧？还好。担心你赶不回来了呢。姑妈，哎呦，瞧这孩子都要当新姑爷了，还这么毛手毛脚的。不是他毛手毛脚，老姐姐，是你对他这种西方的热情方式不习惯。哦，明天一早就要当新郎官了，你爹和姑妈的心事也算是了了。成了亲哪儿都不许去了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陪着云儿，也该跟你爹学着支撑起这竹家的门户了。那是自然，留在国内哪儿也不去了。老爷，该去进餐了。怎么，你们还没吃饭吗？吃饭？你没回来，你爹能发话让我们吃饭吗？柳妈在，告诉二小姐说她哥哥回来了，准备开饭。是。追，快追，快点把他给我给追回来。爹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。寸棚的马帮天黑才出发，应该还没走远。啊，哥，还是我去吧。好。何泉儿在，你陪二少爷去。是，走。Thank you.
哎，这辫子谁给你扎的？啊，是我给大少爷扎的。今天万良是新郎官，这辫子怎么可以随便你扎就算完事儿了呢？要梳理整齐。还有时间，快去把梳子拿来，我来重新给他扎。姑妈，不用麻烦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从小你的辫子就是姑妈给你扎的，怎么要娶媳妇儿了，嫌弃姑妈了？姑妈，不是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让你姑妈给你好好的梳理一下吧。为了你结婚的事儿，你姑妈兴奋的好几宿都没睡好觉了，你不让她满意，那怎么行啊？啊，来，去坐着。大姑头，走。嗯。爹，您还吃着药呢。快点回屋歇着吧，华州会把云儿追回来的。不知羞耻的东西，把我的脸就给丢尽了。来，爹，爹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！哎，快快快，王掌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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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，王掌柜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妹已经有了婆家，而且定在今天完婚，请你看在过去的份上，允许我奉行父命带回小妹。天河马店对我和我的马帮一向不薄，可我们赶马帮的也有我们自己的规矩。怎么，大锅头把他们两个放走了？不，就在这儿。那好，请大锅头高抬贵手，允许我带回小妹。按照我们彝族的规矩，宁劈青山不断姻缘。你们出来吧。请转告老掌柜，并非我庇护本族，是秉承贵府小姐的心愿。怎么，大哥，出了这种事儿，我也不好再留你了。大哥，你在马帮选几头牲口，连同上边的垛子，自己另起炉灶吧。大哥，
小妹，跟我回去。心肺都炸了，得哪儿遮哪儿。走，来，你坐好了。哎，老总办。啊，茂才啊，怎么了？我这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有话就说嘛。这我到底怎么了？说嘛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，闵家大小姐骑着马出了城，后来闵家二少爷带着何全追了出去。听说今天闵家老爷都气得晕了过去。刚才闵家二少爷回来了，可是大小姐却没有回来。啊，你都打听清楚了？千真万确，绝对错不了。爹，您该喝药了。他去吧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做出了两家换亲的蠢事。谁让咱们欠人家的债呢？等着吧，朱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是霹雷还是闪电？都得顶了。爹，您不用担心，有我和晚秋在，他毕竟是我的老丈人。他正找不着机会呢，这次能轻易饶过吗？早就惦记着咱们的马店呢，哎，扶我下去，等他们来吧。这什么都准备停当了，万良也打扮好了，这亲娘子没了，这什么意思嘛？啊，老姐姐，您别急嘛，这事情还没弄清楚嘛。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人都跑了，不是逃婚是什么？真是大喜的日子。他跑出去干什么？我早就听说云儿这丫头跟一个赶马帮的汉子关系不错，跟你说过好几回了，你就是不听，还说什么人家在一块儿玩的开心，现在倒好，玩出乱子来了吧，玩的你儿媳妇都跟人家跑了。哎呀，老姐姐，您就别说了。我凭什么不说？我早就看不上云儿那丫头，疯疯癫癫的，从小啊就是打呀杀呀，不爱读书，哪一点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？都是你非要把她娶进家门，现在好了，人家人都给你丢到姥姥家去了，你去闵家找闵寿南，让他把事情给我们说清楚，我可不能让万良这样不明不白的受这种委屈。我去找他，那不是太给他面子了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应该先到我这儿来赔礼道歉才是。儿子的终身大事啊，你还讲什么面子不面子？你不去啊？那我去。万良，我们走。姑妈，姑妈，姑妈，回去吧，这让人看见多不好啊。要好看呢，他就该把人给我看住。
走啊，姑妈。老掌柜的来了，对门的老姑奶奶来了，请。有请老姑奶奶。老姐姐来了，快请坐。亲家公给您道喜来了。老姐姐，我哎呀，这时候不早了，我这做姑妈的着急呀，就带着新郎官来接新媳妇儿来了，快把她给请出来吧。云儿，云儿啊，还在打扮是吧？嘿，没事儿，我们等。姑妈，坐呀。姑妈，我着急了是吧？别着急，先见过你的老泰山，一会儿就会把新媳妇儿给你送出来的。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姑妈，您不用再等了，云儿她不在家。不在家？哎呦，这大喜的日子她上哪儿去了？老姐姐，您愿打愿骂全冲着我来好了，别再拿晚辈们开心了。哼，你还会说句人话？那你就当着晚辈把这件事儿说清楚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全凭老姐姐处置。少给我来这假招子，这次竹家丢人可是丢到家了，这事儿能就这么完了吗？当然不能就这样完了。断子绝孙嘛。行了，你们俩在这儿翻旧账吧，我可不陪你们在这儿丢人。有捅娄子的，就有补窟窿的。万良，在这儿陪着你爹等着，看你老泰山怎么补这个窟窿。说话呀，平时说起你那套假仁假义的生意经来，你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子珍哥哥，爹，我爹。得理不让人了，你这是向着谁说话呢？到了闵家你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，你娘家人让人当众抽了个大嘴巴子你也不知道疼了是吧？里边待着去，别跟着乱掺和。爹，你不能这么赶尽杀绝吧？什么？我赶尽杀绝？哎，你寿南，你当着晚辈说说，咱们俩谁是这道号的？你怎么了？哑巴了？
有种你说话呀！爹，姑爷一次次让着你，你给我这做女儿的留张脸行吗？不是我不给你留脸，是有人多少年前就把你爹我这张脸撕下来喂狗了。都别说了，子珍哥哥，就算是我对不住你，行了吧？大伯，你就别敲山震虎了。云儿的婚事本来就不顺心，再说你们家万良也不愁找不着好人家了。没那么容易，当初是你爹还不起我的古金，为了保住马店，商量好了两家换亲的，晚秋早就嫁过来了，现在该万良和云儿成亲了，你们却让我人财两空，做梦去吧。钱我还。花堂，爹，拿钱来，区区一百两黄金。妈，一百两。姓林的，你倒是挺会算账的。金子是30多年前借的，到今天算起来，已经是32年9个月0.7天。按照月息3分算，本加利利滚利，你说该是多少？那多少？你不也是靠着拨动算盘珠子活着的吗？这还用我说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早就惦记着我们家的马店呢。我把它抵给你，总算够了吧？亲家，算你有心路，你这个炮马店在你手里，那就等于是在沙丘上种稻谷，待死不活。可要是到了我的手里，我就能用西洋的做法，让它光彩照人。华堂，爹，写字去。爹，这店抵不得。我让你去拿纸墨。爹，你就积点德吧。这德嘛，谁缺德谁先积。我朱自珍没过门的儿媳妇跟着赶马帮的汉子跑了，我这脸还不知道朝谁要。这脸我给你。你不是要换亲吗？我娶你们家二女儿竹玉秋。他，对，娶她。不不不，这不可能！你别再拿我们朱家开心了。我愿当场画押定亲，尽快迎娶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爹，使不得。使不得的事多了，不是照样发生了吗？那好，你等着，空口无凭，我们立约为证。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等就等，我怕你没那个福分。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你让孩子们都出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婉良，出去。去吧，我看他到底能说出什么来。爹，你们也都出去。爹，你回去吧。我要洗耳恭听。都给我出去。
子仁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呀？不，你怕过谁呀？不过你从来不敢正视我，因为你心里有愧。我闵寿南为人做事讲的是堂堂正正。算了吧，你在我面前永远也堂皇不起来，也正不起来。未必吧。那好啊，那你就把你的堂堂正正给我好好的讲讲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正想听你讲呢。不是不讲，只是因为我对死人发过誓，永远不再提及我和你谁是谁非。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你想怎么着我都答应你，包括孩子们的亲事，为的就是给你个补偿，也使我们的世交不至于在我们这里断送。别跟我谈什么世交，你不配。万良，这么远的赶回来，很辛苦吧？还好。姐，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怪姐没给你打理好。姐，看你说到哪儿去了。这些年我不在家，你要伺候好姐夫和敏叔，还要照顾爹和姑妈，已经很辛苦了。我这点事儿本来就不该劳您费心的。姐夫，万良，我记得我跟你姐刚成亲，你去外面念书的时候才这么大吧？没想到现在也该成亲了，日子真是快。你忘记了父辈们闯南阳，临终遗嘱？没忘。在他们面前听受弥留之言的时候，你可是答应了的。是啊，我们都答应了。两家的前辈之所以分开见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回到昆明各抒其志，把他们留下来的积蓄用好，以南阳之所见串翻家业，并以天和玉为凭，分而立业治家，和而兴邦立国，靠一代代的努力真正实现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父辈指望我们洋人经营南洋那里得到启迪，趁着别人还没有明白过来的时候，抢先在云南把事情做好做大。可是你一回到昆明就不是你了，你忘掉了父训，忘掉了经商的根本。我没忘，始终以真为根本，以实为依据。你恰恰忘掉了商道最重要的，以心为所图。你白白糟蹋了云南地处边陲与东亚和南洋相比邻的大好地势，
偏要开什么破马店？30多年了，你创出什么来了？无非是你那个什么老店遗风，还有你那个一成不变的闵家饭菜，再有剩下的是那些长着青苔的破砖烂瓦，还有那些烂家具。我早就给你算好了，30多年来你苦经八业的经营所攒下的那点家底，比你当年的投入多不了多少，等于没赚。没赚就是赚。我这个人做事从不轻易拔高，买卖买卖，有买才有卖，利买则兴卖，伤买则损卖，害买则亡卖。所以买就是卖，卖就是买，这才是真正的为商之道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这个马店，可是我的主顾看得起。天河马店自有千里客来求。我明白，我没忘记你那些个狗屁不如的名人字画，上次贬额。要知道你那些个东西都是用钱换来的，你不打点好人家，人家凭什么长你的志气，成你的威风？随你怎么讲，我闵寿南做生意讲的是无为和无不为。哼，你的无为不过就是一种自我满足，你的无不为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主张的是变中有不变，不变中有变。可我告诉你，尽管道者不经商未必对，可不挣钱你干吗？没钱你行吗？这就叫有心恰恰无，无心恰恰有。一心想着挣钱，可未必能够挣得到钱，把事情做好了，钱自然也就来了。我不能一头扎在钱眼里，让人家骂我是见利忘义吧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无非就是想要骂我崇洋媚外，甘当洋奴，忘了祖宗吗？可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经世致用，推崇洋务。看什么看？你就知道圈在马店，守着牲口槽子过日子，你根本不懂。要想不比别人矮三分，那就要把别人好的东西学过来。比不了了。我们闵家是吃米线长大的，胃口软，也没有你那么好的牙口。不过我知道别人的肉是长不到自己身上的，我不想让别人在我的背后戳我的脊梁骨。你倒是挺会装的，就你那脊梁骨，外人要是知道了，还值得一戳吗？我矫正不怕鞋歪，别逼我把你做的孽说出来。好啊，说呀，你说呀，有本事你就把30多年前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哑巴了？不说话啊，我怕你没那么好的舌头吧。算你能耐，我说过，我发过誓，永不提起你我的是非。哼，可惜我没非。你怎么？我敢这么说，你敢吗？
婚约写好了，押我也画上了，给你。老二，你爹，爹，公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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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爹。壮志翱翔。